恁是爱知影怎办？但是差不多来讲，是老分享老人照顾的问题，所以我会甲迄当作是问题。啊，我无啥答案，不哩个，因为我嘛唔知安怎，他上帝阿带到一条路来，有可能伊是怎讲的？早晚伊嘛在面对照顾老大人的问题。啊，早晚我都嘛在逼着老大人，无人照顾。哦，啊，早晚有咱我这个经验，会当帮助这个社会，因社会愈来愈老啊。啊，所以上帝阿带到这条路来，吼、哦，哎，所以我等下甲来讲吼，这就是一个奇妙的代志吼。啊，佮讲要转来，我讲转来咱这新年。嘛是一个好所在，既然是一个好所在，咱们从中乐无伫遮哈，好啦。安尼是，好啊。民生听了甲我讲，我讲我倒来爱倒来新年啊。伊讲咱新年吼是好所在啦，我讲真了吼。伊讲毋是你去天下杂志看，啊我今仔去查，天下杂志吼有统计讲台湾319个乡里。上适合住的所在，伊算落来啊。咱新年有两年吼，连续排入前五名啦，一边就第二名啦，一边第五名啦。上适合徛的所在，啊，你讲讲新年咧是适合吼，啊，较适合年纪较侪人住的所在啦，养老的所在啦，吼，所以大家都是新年吼。这就是上帝给咱的福气啦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爱转来新年，啊，新年好山好水啊，对吧？啊，好，我这样甲大家讲啊，今仔日大概拍几波照啊，咱这个有一个老大人，这个、老大人，伊做监察院长，做六当了，啊，要下任啊，啊，嘛是咱教会的兄弟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讲这个，啊，报纸你对下看，普遍的啦，你讲，伊就讲，吼、哦，这个监察院吼，实在吼、哦，陷害忠良啦，哦，啊，上好吼、哦，甲废掉啦，哦，伊讲这，伊讲这话吼，讲啊，人讲你监察院长，你做六当啊，你安尼讲，我吼、哦，一生做过足济。唔对的代志，啊，这上唔对的代志，就是做这监察院长，哦，哦，啊，讲话安尼啦，吼，啊，这较无重要，但要等于看伊讲的话，讲解者，所以吼，等于看报纸。但是我讲的，伊就讲，有人问讲，王院长啊，你是毋是对即马咧选监察委员嘛？啊，监察委员就搁下任的监察院长嘛？你是毋是对下任的监察院长有兴趣？伊讲，嘿，你太小看我啦，小弟啊，70岁的时候哈、哦，接受挑战，当了6年的监察院长，哈、哦，啊，即马若阁互我做6当呢，我92岁，啊，92岁呢，我要阁挑战做选总统。啊！我这个这两年的总统，我几岁？大家算看卖咧，100岁啊，对吧？哦，意思讲我要安尼啦，伊讲无啦，我吼，意思讲，迄是咧开玩笑。但是我讲就是讲，这个监察院长，伊70岁，伊讲伊啥做唔对？伊讲70岁人生才开始啊，70岁人生才开始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我去做这个监察院长，干那食饭顿伊那安尼薪水赢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薪水甲捐出去啦，吼、哦。但是，伊个你对咧讲的时阵来讲，这个时代，70岁人生才开始，100岁要做到100岁总统就对啦。哦，啊我吼、哦，我40岁的时阵吼、哦，我忽然间转到美国吼，我对台湾啊转到美国，接到一个电话，讲，阮董事长吼，即马人伫美国。希望吼、哦，会当有一个机会见吴教授一下，吼、哦、啊，伊伫因兜纽泽西，啊，要请吴教授去。
啊，这个董事长，好嘛老人呢，因老母吼、哦，107岁才过身啦，啊，伊姓王啦，啊，企业足大啦，哦，啊，你应该知影会约到啥物人吼、哦，王永庆董事长，啊，我是唔捌，我唔捌甲伊见过面，啊，但是有人甲提起我，啊，迄个王董事长迄个时阵，伊是要办大学。有中间病院，啊，伊是要办中间大学，啊，所以有人甲提起讲，啊，即、這个吴某某人啊，进伫美国，啊，伊转来中正大学，啊，着人迄个教务长林清江，教务迄个校长甲请伊转来，啊，有我经验，你会当甲伊讲看卖啦，啊，所以因来安排，迄阵哦，伊买到台湾袂爽啊，因为迄六千哦，创袂好势，伊就安走去美国，啊，人伫美国啊，啊，所以。我就分去接去纽泽西啊！啊，伊骂时阵，就食饭啊！啊，然后上，哎呀，讲啊办大学哦，啊讲啊我小可有较经验啊！啊讲啊，你啊讲，当他转来中间大学以外，我希望你甲帮忙两三代志。老先生甲讲两三代志，迄个时阵，伊就是76岁，甲这个哦。王先生，咱的兄弟上76岁哦，76岁的人哦，各位，今麦你超过76岁，几个举手一下？超过哦，还袂少哦，哦，啊，这适合恁听，啊，这适合恁听，所以哦，啊、来哦，伊就讲，两站，第一站，就是哦，台湾无汽车工业，所以哦，我要来做汽车公司啊、哦，做汽车。啊，大家知影？啊，你塑胶、塑胶做汽车，唔塑胶汽车咧吼？我看迄无啥效咧。哦，我就直接讲，我讲我记啊，你进做汽车吼，你若想讲你有钱就会当做啦。啊，结果事实上证明讲，伊了足侪钱啦。去后伊个驾驶甲母家吼，啊了足侪钱，后来驾驶甲包括出去吼，就是这個汽车的代志啊。啊，但迄个时阵伊甲我讲哦，啊听听我讲哦，安尼有老道理。伊王董事长要坐的汽车，毋是咱正常的汽车，就是即马新入现代的汽车，就是电动车。即马电动车，纯然的电动车。伊讲哦，汽车咱约人约袂着，但是咱得爱安怎呢？做电动的，电动都有摩托加电池就好啊。啊，咱电池若创好哦，咱就开始迎头赶上。啊，这是无毋对。所以即马股票上红的美国一台电动车。哦，股票做红的啊，对吧？哈 ，case 啦，就是啊，王董事长迄阵就是我讲哦，这会使。结果转来伊这个传统汽车哦，无看遐远大，想讲要做普通的车呢啊啦，啊，所以就是怎安尼。啊，第二家讲，伊讲我想要吼、哦、做老人有关的事业。哦，老人有关的事业，我唔是老人的，你是老人啊，你咧关心老人。伊讲哦。我拄啊对中国大陆转来吼，啊，迄个92岁的老人哦，伊讲就是邓小平啦。哦，我带咧中国10多亿个人，安尼爬爬走吼，啊，这中国起飞，这就是老人啊带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是讲是邓小平迄个时阵是安尼无唔对啦，经济怎样开放啊？对共产主义啊怎样讲？哎，伊讲将来我去看，我那是老人，啊，老人愈来愈多。我讲吼、哦，啊老人愈来愈侪，我想讲，哎、欸，啊你是老人，我唔是老人，我听伊讲，伊讲，咱若做事业吼，人若侪，自然就有做袂了的代志。我讲哦，对了，老人愈来愈侪，啊个吼、哦，啊嘛简单，我想简单，你着，这个事业吼，若互老人吼、哦，会当吼有尊严，老人有尊严啦，欸哦，迄阵我是凊彩听听咧，不哩个，我竟然安尼甲看，真正，咱若年纪较济，咱要求无济，我就是一个人，哦，我有尊严，所以咱若来教会，就是咱知影讲，咱的天父，不管咱是有钱无钱，咱身躯底臃肿无臃肿，啊、安怎呢？伫咱天父头前，天父就是甲咱看。咱是有一个有尊严的人，唔像今日咱伫教会内底，咱爱来教会，服天父上帝。所以咱这个社会，若是像教会安尼来看待这年纪较济的人，这是毋是一个好的社会？
好，啊，若要做事业，吼，咱三宝中咯，伊即个信用协会者，就是咧关系咧，或者啊，大家有尊严，吼。所以王董事长讲咧，讲我阵先来听听咧，啊，但是尾啊，我就转来台湾，我决心对美国啊的价值，我就转来转来台湾。哦，啊，转台湾就为了真正帮助伊成立迄个中间的大学，啊，就开始接受到这个老人的事业的，去啥有人甲帮忙啦？哈，啊，对老人的事业。所以今仔日讲到这个，那讲到讲大家来分享，我是有寡经验，就是关于这个老人的问题。啊，老人的问题，世界各国安怎？在面对这个问题，有一天我的办公室诶秘书就甲我讲，迄个经建会啦哈，经建会迄阵叫有经建会嘛，啊，即马无啦哈，啊经建会伊主任委员讲，请我去参加一个会，去一个会时阵，去我开什么会？伊讲，伊提供的是健康台湾呐。哦，造园产业的，讲造园就是讲造花园的造园啊。我讲我唔是园艺的，叫我去造园的。结果是原来就讲，因就讲这个健康台湾那个对健康重视了，咱有可能产生一个像那个电子科技的这种造园产业的哈。所以呢。我就去，尾啊，伊就讲，我到时，我希望你提出你的看法，我就写一个，你后因就马上接受去行政院报告了，因就个启动，讲叫阮带团队去世界各国看这个老人照顾的问题。所以即马政府在推动有一种，可能有，我相信有人有注意看到讲，政府在推动这个由老人照顾这个问题哈。拢是我那对世界各国来，开始一步一步来进行。哦，包括讲，有这个老人之家以外，实际上大家爱知影的，跟咱一较有关的，就是讲，对啊，社区照顾，个居家照顾，就是讲，互老大人咯，会当家己独立生活，会当互伊住伫伊爱家己住的所在，不一定讲在一个集中送去迄个老人院内底。这政府在做，实际上等下，有尾啊，我会甲大家分享。我昨昏要回来，去拜访阮一个老师，哇！我看一个我真感动，伊就是透过政府的这个对老人的种种遮，佮配合伊的家己，伊的家己生活大概安尼，所以伊生活真有尊严，这个就是我昨昏去个拜访的时阵，不如个我大家讲哈，简单就是讲有关这个我拄好讲我爱回来，我回来咱的故乡，这是我最希望的。故乡内底有我的妈妈，老大人，看伊会当安尼，虽然袂爱走来走去，毋是像细汉囡仔咧，但是会当叫我安尼行来行去。我感觉这是上帝的福气吼，所以我会回来。老人的时代来，吼，好，讲到这，我请问，上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八十了哈，那。你认为讲你敢是老人？唔是咧，人伊唔是老人咧，好啦，你小姐，所以呢，我讲哦，八十的人，也唔是老人啦，九十老年啦，满死啦，七十人生才开始啦，你若六十的吼。算什么啦？那五十的吼，也是囡仔的啦，那五十的也是幼气的囡仔的啦，那四十有四十的无？有四十的伫遮无？哦，四十的吼，
四十只算囡仔赢啦，你也算囡仔赢啦。啊，啊有使用啦，啊三十个有无？啊，是无啦吼，好来。但是我讲哦，我这个年纪吼，哇，看报纸，60岁讲，你说这个老人讲60老翁，60老翁啦，讲60的老翁啊啦，哎、欸，啊你们是哦，啊迄50老妇啊，哈啊所以呢，我最近哦。得开准备台大同窗会，啊，台大同的时阵在咧讲，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是蓝的还是绿的？啊，伊是橘色的啦，啊，你橘色的啦，哈、啊，啊有蓝的，有绿的，哦，绿色的嘛，哈，啊，你绿色的哈，啊，咱唔是蓝的绿。我讲吼，对，我讲吼。我唔是男，唔是，我是吼、哦、爱问你讲，你是深男的还是浅男的啦？哎、欸、吼，我、哦、男的够分的着，吼、哦哦，有咯，有较深，有较浅的啦，先发安尼样吼。我讲，我问你的意思，你去捷运吼、哦，你若去台北捷运吼、哦，迄种啊，拢有迄落做博爱座吼，吼、哦。捷运的博爱座是深蓝的对不？啊，那像咱三宝哈，人这从这边深蓝的，啊这边浅蓝的，啊三宝兄，你是会坐这个深蓝，还坐这个浅蓝？嘿嘿，对吧？啊，有当下我看大部分拢会坐你浅蓝一边啦，因为浅蓝一边就是普通座嘛。哎，我坐深蓝就是老人啊嘛，老人啊嘛，对。哎，较下我嘛对。啊，一天我时阵我伫台南下课的时阵哦，啊上捷运的时阵，啊一个小姐啊，看我看伊，啊看啊就伫甲笑，啊我想啊吼，啊我着啊起来着让位互我。嗯，我讲，哎，我感觉啊需要你让位了哈。哎，我少年期啊，我去看我的老师，我来到我的老师，我的老师我的师傅我。哦，我喏，你少年家啊呢吼，哎，啊，我这这个啊，结果阮太太讲，唔免啦，不要紧啦，你唔是老人啦，伊是你的学生啦，啊，你是老师啦，哦，所以伊是尊师重道啦，哦，安尼啦，反正这老人哦，真歹讲啦，啊，咱老人，咱先讲老人的问题啦，啊，讲到这，就是咱大家来分享一下啦，老人甲囡仔。拢有人讲老人甲囡仔差不多、哦，但是老人甲囡仔拢有问题啊，差不多。啊，老人甲囡仔拢在照顾，啊，看好，啊，唔对，唔老跋倒去对，拢啊差不多，吼、哦。啊，老人三顿嘛要大家注意好，哎，对，差不多。但是老人甲囡仔无相共对哇，吼、哦，老人甲囡仔无相共，无相共，你什么所在？嘿。囡仔吼耳聪目明，好目睭看都明，好、哦、啊，两眼目色啥物都做下对哇，哎，啊，老人。目睭啦、耳孔啦，这种较歹对哇。一边的时阵，哎，我坐公车啦，啊，台北坐公车吼，哎，咱新来较无啦吼。台北坐公车吼，设计安怎呢？拢安尼，像咱讲美尊姐安尼啦，去的时阵，你坐伫我对面，我坐伫对面安尼吼，啊，椅安尼凊彩摆安尼啦吼，啊，大大别墅安尼啦，啊，结果吼，我看我对面一个。嘛，我唔系讲，我应该讲是老人，唔是啦。不哩讲吼，伊可能耳光较歹啦。啊，伊看伊对面迄个一个少年家坐伫啊吼，伫咧甲讲话啦，吼、啊，就安讲啊，咱我同这伫啊，啊，伫咧甲讲话，啊，伊讲，啊，手安尼，我著看伊手安尼吼，哎，啊，伫咧要听讲伊甲讲啥物个，啊，但是听无咧吼，后来伊就甲讲。哎、欸，年轻人，你不要讲了啦，我耳朵不好啦，我耳朵不好，我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啦。啊，那个年轻人讲，我没有在讲话、啊，我只是在嚼口香糖而已啊。对啊，还是叫你来讲话啦。啊，目睭，咱嘛是。处处嘛是看无啥有啦，啊，拢凊彩抓一个，破了就好啦。哦，我一个朋友啊，讲一个，
讲伊因老爸老母讲要去旅行啊，吼、哦，像咱当初就是，恁安尼那今日伫倒国的时候，啊要去旅行，你会甲讲宽容宽恕，不会甲注意啥物？讲哎，这个照相机吼、哦，你咋嘞？啊，翕几张相，回来吼，啊，互大家分享。像我这边哦，我顶两礼拜，才去美国办一个喜事尔嘞，吼、哦，妈妈、孙啊，带新妇啦，哈、哦，啊去吼、哦，因偌贴心呢，因即马要婚礼咧进行，啊，后生就讲，来看看，这个唔是叫我甲翕相，伊摕一个照相机。哦，索尼的哦，还有那袂歹的哦，啊，种翕相机是无，咱手机啊，现在就有啊，啊，伊较特别的，啊，就讲啊，你摕去翕，吼、哦，啊，迄讲简单，啊，所以我迄朋友嘛是甲因爸妈讲，甲因妈妈讲，简单，伊讲啊，翕相我袂啦，我袂，啊，目睭也看无，啊，翕相就啊，咧看啦，伊讲这咩，你即马多简单呢，你着客人吼，安尼甲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好，啊，就拢出来，安尼啦，吼，啊，真啊，因就摕去，啊，结果转来讲，来来来。来来来欣赏，结果咧看咧到底讲，嗯，阿斗拢看到你的片啊，哈哈，目睭注注，啊看唔到片去，都感觉按一下按一下，啊这个镜头啊头前后边翕袂了哈，所以这就是讲咱目睭歹，耳卡歹，这就是咱的问题啦哈，啊脑筋，脑筋有呾本来会出问题，啊这脑筋的问题佫较严重哈，小休困我啉一杯茶。所以哈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即马拄啊讲到即个老人的时代来了嘛哈，啊，即个时代吼，个囡仔个少，所以呢，更加增加即个社会问题。吼、哦，以前人讲大家庭吼，你反正老人内底孙啊一大堆啊，现在人都无问题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就是有时间做这就是。啊，因为接这个政府的计划个遐，所以在讲到这个高龄少子化来谈这个老人关顾的问题了哈。啊，拄啊讲到说咧，啊到底是按照咱讲什么时阵适合的老人，实际上是真歹讲吼。你若去北欧的国家看，因八九十岁大概要活跳跳啊吼。啊，咱到即马嘛是安尼啦哈。哦，啊所以咧啊，这个较不要紧啊，这好大家看下，比如讲像这吼。即咱人口咧变嘛吼，哦，台湾人口到时一百年后变800万人啦，2300万，吼、哦，哦，啊台湾，即疫情即只安尼，娃娃出只就即嘛无啥看样啦吼。台湾即个土地吼、哦、是水啦，啊但是即个旱情吼，日日落落，就是只 baby 伊就无去啊吼，啊即严重，啊即较软空啊侪，就是迄 baby 流失足侪。所以那個，那 baby 哈、哦，愈来愈少的所在哈。啊，咱无啥时间通看。不哩个哈，这就是讲，我看一下。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边在台大在上课哈，差不多有300个台大学生啦哈。啊，各科拢有啦哈。结果我这讲了的时候呢。我家先下起了报告，阿德光老师，你今天的这一堂课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啊，我可爱了，他因为他讲到，伊讲，因为我是一个大学四年女孩子，你讲我本来我的人生规划，我就大概不想结婚，因为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婚姻。但是我怕婚姻，我怕我认识那个人不知道怎么样，然后小孩子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，所以很多我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跟你解决的好哈、哦、啊。但是老师你经过这个以后呢，我觉得有信心，因为这就是一个故事。啊，咱今天不详细讲，这一个妈妈跟爸爸，起码这是17个，起码已经超过21个啊。囡啊，啊！这个妈妈讲，那上帝搁予伊生，伊会继续生，因为因的见证，怎样变作一个见证？伫美国，你若有时间，会通去找这个。因就是讲，两个翁仔某啊，少年人，拢无经济基础，
敢若在敢若做房屋中介安尼啊。啊，若即摆少年人讲安尼，我呾饲囡仔呾饲我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安怎饲只饲只一个呢？啊，哦，诶、欸，啊，大家看到即讲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迄个时代，迄呐，诶、欸，我妈妈时代来问伊就好啦。即十外囡仔咯，算啥物嘛？对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对啊。十外大大家庭至少嘛十个，啊，搁饲会起来，饲无起来，所以十外足济啊，对啊，哈。啊，但是呢，因安怎呢？两个无啥信心的经营之下，嘛是讲唔敢生啊，唔敢生的是讲啊，囡仔出来咱甲饲袂活，啊免啦。结果呢，避孕不成功啊，啊，全失控啊。伊讲，那上帝吼，因为因是有共同的信仰，伊讲今仔日。咱做这个代志，那是讲，咱就甲上帝祷告，讲上帝，我要解义啊！啊，那无多上帝讲，啊，那上帝要让咱有囡仔吼，咱才有信心。上帝在甲饲我嘛，唔是咱在甲饲我嘛，对不？哦，所以担心个是唔是？啊，真有理呢！啊，且呢，上帝甲饲啊，哦，啊，你若要知讲上帝安怎甲饲吼，哦，你个诶，变只个我个家来讲吼，哦，啊，你看伊这一家吼，大爱大细，这拢大家知影嘛吼。诶、欸，啊！你讲啊，无经济基础，厝大遮大吼，诶、欸，安怎搭安尼吼？哦，这厝内底这拢一家庭安尼啊，啊，这囡仔遮济嘛，伫迄个时代吼，所以，讲了时阵，这個、学生就讲，哦，安尼伊吼，伊嘛是基督徒，伊讲安尼，我对上帝有信心，我就相信上帝，然后有囡仔，我有家庭，安尼无问题吼、哦。所以咱啊，若对上帝有信心的时，你看。谢饭祷告啊，对吧？哦，嗯，咱出去巡道，我知影讲，我那谢饭行不来，我那一刀一棍棍的啦，哈，安尼哈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啊，你讲我讲阿伯学小提琴啥物啊？啊，有啥物人要学？哦，这个较有天分来去学，哦，唔是哦，哦，大家拢学啊，哈哈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啊，若要踢足球啥物的是，就一个球队啦，哦，你看，哎。啊你啦，安尼啊，你看厝都还袂输你大宿舍的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好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儿女是伸手式的产业，但是咱即马呢，有啊囡仔无啊，啊囡仔无的时阵哦，咱这个咱伫顶管本来是安尼哦，啊结果哦下骹甲咱摕咧，结果即马变安尼啊吼，到时吼、哦、是会全崩落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讲这是一个问题，大家来哈，啊、哦，哎，咱有一条歌吼，就是讲。明天会更好哈，但是呢，明天是不是一定更好？歹讲，哦，看你安怎讲我说好，不好。但是明天一定会更老，对吧？咱拢会老啊，哈、哦。啊，我来讲哦，老好来讲老，老人有老，所以阮即下开始咧测试，阮即是不是老了？啊、哦、啊。哦老人吼、哦，你讲伊会爱困无？会爱困啊，对吧？但是我来讲哦，老人伊吼、哦、躺着吼、哦、都唔困啦，啊坐着就都爱困啦。哦，这是一个老话，哎，好、哦、啊、哦，啊老人吼、哦、会流目屎无？啊，老人吼、哦，老人吼、哦，因为这生理机能关系吼、哦，要分泌开，所以有咱老人讲靠无目屎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欲哭无泪啦，啊笑哦啊冷安尼啊，哎，这就是那老话这样子啊，啊老人啊，咱就讲个记忆啊，哈，伊记忆唔是讲好歹，我讲哦，有时阵好，有时阵歹哦。安、啊、怎看？看什么代志？旧事不忘啊，啊，新事忘啊，拄个代志拢未记起啊，当然未记起。我去，因为我甲大家报告讲，啊，迄阵阮就去世界各国参观这老人啊。啊，我去日本啊，日本迄个海啸，三一海啸，伫个仙台遐吼。哦，本来迄个所在，我若做世界民工，日本讲，即对咱日本哦，要互老人来遮安尼享受伊晚年的所在啦哈，过一个有尊严的所在，所以因就从迄个说规划，所以足侪老人院上面啊，甲芬兰合作，
所以迄阵阮有去看因甲即个北欧的国家合作，所以即个先来即个足水的，大家去看吼。啊，结果即个海啸来啊！啊，迄阵我去看的时阵，伊个老人院吼，伫遐老人伫遐，互因诶合作日托中心嘛。老人袂是迄小孩子来安尼，啊，入时的时阵就去遐日托中心，啊，去遐行几趟安尼。啊，伊上爱做的就是做即打麻将。讲打麻将吼，可以活化咱的脑筋。那像讲咱到位了，都生活了一只吼，迄、那个第三天一只底下咧底下咧行棋啦吼，即小讲的意思底下，嗯，哎、啊，你讲一个呢，老人咧打麻将的代志，互阮参考啦。伊讲哦，好一天因拢有麻将的四个人。啊，一天哦，因为时间到啊，就约表要打麻将，啊，叫来三个人啊，啊，欠一个人啊，啊，欠一个就等，就来等。结果一个讲，啊，来还袂来，啊，我起来，我去个看卖者，哦，看啊，想啊，伊搭是毋是房间咧困啊？啊，去的时阵伊讲，欸，啊，我小可来变数一下，等下去变数。啊，变色了出来吼，伊讲哎呀，爱困爱困，就等下等下困啊，哈哈哈！哦，未急就未做啥物啊哈。啊，所以即剩两个字啊，剩两个字啊，迄个讲啊，迄个其他还过他还过也无来，啊，换我来看卖，我看卖，啊，就行讲，啊，人伫遐咧看电视啊，哦，啊，伊就坐咧讲，啊，这个未歹看哦，看看讲，哦，我闲啊，要等下困啊，啊，你讲啊，剩迄个字啊。底下我遐第四个出来讲，你是遐从哪？伊讲，我嘛唔知咧，无啦，等下滚啦，所以，迄就是心思很薄些，而且写了袂记起。我来比讲，有一个笑话嘛，你讲，讲好，我吼，我记住做歹啊啦，记住做歹，啊。去变数的时阵啊，算唔知讲到底我是了啊，还袂啦。啊，一个讲，迄后啥物？我讲啦，讲到这个记礼拜吼，我阁比你较歹啦。伊讲，吼、哦，啊大家讲吼，啊我是讲了袂？来，OK。所以这个记礼的问题啦，哈。但是哈、哦，当然，咱大家若健康的时阵，就好日子嘛哈。来看这个哈。中心保全秘密报监控中心。
就说您父亲发出了紧急求救讯号，目前他的位置在东风街东风公园，请问是否需要提供紧急派遣父亲？不好意思，我父亲有些轻微失智，他可能迷路，麻烦你们了。是的，我马上派遣父亲。所以呢，回家真好，对吧？哦，咱若安尼哦，即阵安尼轻轻松松出去，还会当回来哦，啊，足赞的啦，对吧？哈，哦，啊，但是我甲大家报告，这个问题，伫这个老人的问题内底，是严重中的严重。咱台湾较保守的社会，所以大家若小可记忆力较歹咧，安那拢讲啊，都老化安尼呀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潜在性的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危机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人个世界各国拢有在统计，吼、哦！啊，今年一直增加，啊，所以呢，就讲啊，这是要怎面对这个问题？这叫做失智症的问题。他们总统买失智嘞，美国总统对失智吼，啊，但是要怎面对？所以讲到这以前，大家讲。哇！我到时我是要来听你靠，迄落安尼哦，会当好啊！平安里都食百二个，即个啊！当你讲到这个时阵，大家安尼是讲啊，当人的哪人生哪行到啥？我靠！吼、哦，你若要问我，我讲你问牧师，牧师个该教你讲安怎有新的生命，咱有上帝的生命吼，吼、哦、愈、哦、行愈轻松，对无？今仔唱歌就讲，耶稣基督是咱的主吼，啊，靠主向前行吼，勇敢勇。好大的向前行，对吧？哈，啊，咱就无跨路了哈。啊，但是，迄是咱的身心灵的改变。不过，面对这思想的问题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有我什么代志当做哈？啊，我大少我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先来帮我看哈。好、哦，对啦，这个咱人应该食百二无问题，圣经有讲嘛哈，对吧？所以咱那个摩西呢，百二岁。安怎？人上帝才甲接去对吧？人伊甲你行，啊有诶上帝甲接去，啊无人伊说哪里啥物所在？我甲百二岁，啊迄个时阵啊，伊脑筋嘛真好啊，伊目睭嘛真好啊，伊耳朵嘛真好啊，所以呢，有无？有啊，有无？有啦哈，啊另外呢，问题就毋是即个话几岁问题，问题就讲咱哦。一生包括这个格里汉牧师，吼、哦，伊就讲，我一生予人教讲得安怎死，哦，咱正经牧师就爱讲死，对吧？吼、哦，啊，靠耶稣基督而死而活，哦，对啦，安怎？但是，无人教我讲得安怎老，老要安怎老，啊，老了好势。这是重要哦，我讲哦，一边啊，我有在做这個，啊，所以有一个因后生交我是朋友，啊，所以甲我出来看，伊要因爸爸要交我见面，我讲好，啊，因爸爸来就寄一本册给我，迄是一个教育家，伫迄、那个师范教育学院的教育家，啊，做过校长，伊75岁，伊讲我这75岁才写什么？写老人学，就是教人讲。安怎老？教人爱怎样讲？啊，咱着陪伴咱的人，咱的亲人安怎老？啊，将来咱就是怎样安怎老？哦，所以这重要啊，对啊，哦，啊，这是哈、哦，咱大家希望是安尼嘛。哎，啊，我顶面了有加大手这个，哎，你偌老？我问一下，有人唱过迄个这波破网无？波破网是啊，有人啊，啊，波破网。但是你知影哦，有一段时间波破网袂使唱呢，三宝鼎，啊你唔敢唱，你来去唱，你唔敢入去关，哦，迄戒严的时代，含唱一条歌波破网也袂使唱啦，啊即摆当然是会使，
吼，啊，像这条望春风嘛，真好个歌吼。吼，啊，我一边听个公园啊，伫个新南，这个代志新南，伫个新南公园，讲要唱这啊，独业无花啊，上面哪样唱？要唱个哈，这咱无时间啦哈。所以这个我看，这我知影，这望春风。但是我看一人吼，拢摕一张纸啊。我就讲，你望春风这个歌词我看，结果毋是啊，因咧唱的毋是望春风。因的歌词啥物呢？健康快乐歌。怎唱呢？来哦，来两讲下啦。九十的人吼，满满是啦啊。八十无稀奇啦吼，七十人生才开始啦，六十算啥物啦，五十人拢是有气的啦吼，四十是孩子啦，三十就是有哪意啦，二十打出世啦，各位，所以呢，咱无老，上帝要咱到活百日，咱一定到百日，不管有百日无百日，不要紧吼，来甲上帝同行吼。这就是在唱歌啦吼，即马吼，阮做机械工程吼，面对这个老人的问题吼，阮就想到啥物，是着机械嘛，机械实际上是好的，机械就互咱当生产嘛。足多照顾代志，毋是讲咱无要照顾，好足忝的啊，所以都要有机械。所以我伫台大就是在做这方面的机械，机械做到即马较进步，就是就日本就是讲，我即马做这种机器人，机器人会当甲你讲话，你叫伊摕芳茶来就芳茶来，叫伊泡一杯水就好了，这当年拢在改进，日本人讲，我着以后要生产这种来照顾老人。这不是凊彩，安尼的，以前是当听你的话哦。因当年拢来改进嘛，别说在训练，运动家。伊是直直相信讲，机器人会将来伫咱的家庭内底，所以咱呢，咱本身过好，机器人会咱替咱做代志。所以讲，来，你需要伊甲你送来，这真难呢，你看伊手，甲你捧茶，甲你吼，接抱你吼，你看，伊也知影讲你甲客气，所以这样呢吼，这拢都是机械工程，即马面对老人的问题，伫发展的机械吼。一歩一歩人間そのものの姿に近づいているようです。因日本放大吼，伫放大发展嘞。因讲，同伊讲一边讲，阮嘛甲全世界讲，阮有两个员工吼，常用的啦，拢袂罢工啦，也袂腰椎薪水增加啦，家己巴肚枵咯，家己就困在壁边吼，充电啦，伊家己呾无电啦吼，叫伊充电无得个，来伊呾充电啦吼，所以这就是，但伊即马机器人发展到呾，会当。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四台，会当互相讲，比如讲你若伫咖啡厅这个人客来去共接待，你要啥物物件，即马迄个讲，即马带回去，即马阁有人来，迄个就另外迄个机器人啦。所以机器人甲你看，甲你知影这个情形，家己会当安尼，因机器人中会协调啊，安尼哦，佮另外一个机器人，这较注意。即马，这种机器人吼，嘛是日本的发展。伊就讲，你厝里头买一个机器人，若袂输你的迄个
你的迄个帮手咧，哦，叮咚，啊，伊就去看卖咧。哦，这啥物人？伊知影哦，伊一看了翕咧，啊来报告，哦，所以机器人啊，啊甲主人报告，啊甲主人讲话，啊主人讲啊唱一条歌好听，啊唱一条好听安尼啊，啊啊啊，啊像这机器人，哦，伊会当做导护，哦车来，哦咱某咱中有做导护的，伊会当安尼啊，哦啊你讲好。哎、欸，啊！若机器人咧做豆腐，我感觉相信伊。万一伊若笑倒啊，天哪！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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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错咯，哦，伫办公室错咯，啊，啊，啊，你看咧，两台机器人啊，互相协调啊，好啦。机器人好啊，但是哦，较重要就是讲，机器人要来甲咱人接近，咱甲人像我，我肯我办啊，我啦。甲看下，来，伊知影我吼，啊，怎，吼，啊，这人甲人是好，啊，人甲机器人要有法度接受无？比如讲，你去病院，去到咱机密，机密忽然间讲，哎，护士他不便来一个机器人，啊，来就手来插落来，啊，你讲，吼，啊，这，对吧？你不放心，啊，日本就是在发展这哈，讲啊，到底有法度无？有法度无？来，我看。这即卖人愈来伫病院内底需要足侪人力，啊，伊即卖来讲，啊，机器人要从一个病人刷去另外一个病床，哦，啊，你讲还要甲刷去啊，叫啥？啊，这是足难的动作，因为机器人伊手在摸按，人则袂溜落啊。哦，所以这阮做机械，咱讲这无简单哦，啊无啊，咱人动嘛会当溜落来啊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啊、哦。啊，伊听也听伊主人的意思，啊、哦，也该讲话。所以伊个接受的指令怎样？啊啊！阿里阿多，啊阿里阿多，啊啊！阿多少？阿里阿多，请坐。好来，即马讲到第三项上困难呢，就是讲。老人爱有伴，啊老人无伴，啊甲脑筋较歹咧，有即个失智的问题。日本二十年的时间，政府支持计划发展饲一只叫做 Perro 就是咱那个叫做海狮啦，啊，因国家发展二十年，啊就是即、這个。哦，啊，伊这是咧充电的吼，哦，啊，因相信这对未来的老人，包括这边迄个日本海啸，即个发挥伊的功效，就是讲老人有法轻微失智，啊些，啊这去伊甲老人做伴，啊老人会甲伊讲话，啊对失智，啊科学研究啊才有帮助，所以人有在研究这个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这叫做抚慰型的机器人，哦。啊，我给大家看下。啊，这个免看，就是这在日本的展览场，老人的迄个产业，哦，我这个变作明星啊，真侪人拢爱去看了哈。啊，咱来那边啊。这就是日本的首相小泉
伊迄个时阵2000年的时阵，就就已经重视这个这张皮了，所以因就甲呈现伊这个成果。日本老人作者，所以因就讲这个会当，那像讲即卖人爱饲一只狗小狗，吼、哦，啊狗你就甲饲，就甲饲，过较麻烦，这唔免啦。啊，伊就讲这個，吼、哦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是啊，这日本的那个小泉的首相的时阵啊，啊。啊，我会予大家看一个，吼、哦，啊，随将老大人的照顾，都要有一个疼心，有一个用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上尾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哦，甲大家报告这个，我昨要落来南部差五六点的时阵，啊，我昨下顺续去看阮老师，啊，阮老师吼、哦，是我代代老师。啊，有人足疼我，啊，伊伫我一生的过程当中，包括去伫美国咧驾车，我去遐旅游，啊，甲转来台湾，伊随时拢伫我的边啊。啊，所以即个我老师那是我的老爸，吼、哦，啊，叫做翁通言翁教授，啊，伊已经95岁，95岁，因太太89岁，所以两个老大人，算讲差不多拢90岁啊。啊，家己也住伫台台老宿舍，啊，台台老宿舍。啊！因个后生祖囝，一个伫日本，两个伫美国，吼、哦！啊，人讲因个工作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后生甲我年纪嘛差不多，啊，所以有一年，因后生就讲，伊要甲公司请假半冬转来，伊讲因，伊想讲人生吼，伊安尼老爸老母甲栽养啊去，啊，结果老爸老母年老的时候，伊煞无伫身躯边。所以伊讲人生会一个遗憾，所以要来回来一段时间，等甲因爸爸妈妈住。哎，啊住当然住是住半冬，啊嘛得阁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虽然你也是讲是，已经伊的身体状况不太好。啊，所以我知伊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但我这边去哦，哎，我吓一跳，我哎，老师啊，不，我看迄个师母云太太，啊云太太嘛是教授。我那台大教授，我阿叔，你精神在啥好？哦，啊，等下伊一个飞扬，飞扬，啊，等下飞扬坐下去白了，搁有另外一个人，我讲哎，啊，你是啥物啦？伊讲伊是管家，哦，啊，慢慢讲，我才知影讲，哦，伊就是有一个飞扬，24小时，加这两个老大人住到阵，但是因搁另外请一个。管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个人会请两个费用啊，因拢搞到来请啊，伊毋是，伊一个费用，啊，另外一个干呐半工的管家，啊，这个、半工的管家，伊讲我只是来上班的，伊讲我事实上啊，我不要交遐管家谈，伊讲我事实上我是银行退休的啦，行员啦，吼、哦，银行的小姐啦，啊，五六十岁退休啦，啊，无意中哦去碰了伊一个朋友，啊，伊个朋友讲伊后生吼。啊，煞拄好有生病，安怎无多照顾即个阮老师呀，好无？啊，所以伊就讲拜托咧，你来甲我照顾。伊讲我毋捌照顾，伊讲拜托一个，你甲我替班一个啦吼。啊，佮转，伊讲这嘛是一个缘分，袂讲，反正讲啊。伊讲伊看到即个老大人，伊就爱流目屎。伊讲讲，哇，啊，即老大人，两个老大人90岁啊，90外岁。啊，今日拢伫外口，啊，我若讲无要甲顾，啊，忽然间，啊，伊迄个朋友讲，嘛毋知啥代志，无法度顾，啊，所以个费用阁转去，啊，所以要安怎，怎接落来，啊，接落了的时阵，我发现讲，欸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模式，因为我去看哦，你若看90岁两个老大人，底下迄厝已经乱糟糟，啊，毋是哦，厝吼，真毋是讲足白色，但是清气，地板清气。啊！伊炖的物件拢啊，拢啊，创拢遐那无啥看。啊，阮老师足会切，啊，厝安都足济，拢捡足济物，安都无哪条款。啊，物件炖伊也无爱炖。但是即个来讲，我认为讲，即对老人若好，我着做。所以我看伊安尼厝足乱糟糟，我着该炖的着炖啊！嘿，好，我头一个吼，阮迄师母讲，好，甲我炖伊啊，炖倒啊，讲你甲我炖倒去，我物件你安尼甲我炖安尼啊，啊冰箱啥物，我迄物件要食一个，你是安怎？无要我食，就甲炖掉。伊讲我，你讲你叫我来照顾，
哦，啊无无你要安怎啦？阿父也讲讲咧，讲两个月过了，哎，啊伊讲，哎，啊伊若欢喜，伊若加有通沟通啊啦，哦，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呢，啊这个官家吼，伊讲伊蛮捌，但是呢，伊知咱政府吼，有一个1919专线呐，1919啊，伊就甲去台北市政府啊讲，哎，啊我吼，我伫照顾两个老人啊，啊拢90多岁啊啦。哎，你洗身躯，伊咧看病，这是变哪来？人政府就甲一步一步教，哦。所以呢，你譬如讲啦，感染好，洗身躯，迄、那个王师傅当然，迄费用也甲斗相共。王老师是查甫个啊，伊讲较不方便啊。伊就讲徛起，讲要洗身躯变哪？伊讲，你会当请一点钟个，哦，居家照护，一个来甲你洗身躯，就查甫来啊。是啊，哦，要去看病，哦，你着卡迄个咱的富康巴士啊，人来着甲伊请去啊，伊着烦恼，所以这个关节甲烦恼，哦，厝呢电费上面拢甲创安尼，哦，足光亮诶，哦，迄树啊整理甲足整洁，我讲你想怎？伊讲，着因两个若咧困，我着叫这个费用来开始着伫剪草啊，剪草安尼好，费用只是看着着用啊，无费用，伊讲进前哦，请两个费用哦。哇，搁加棍啊！两个人吼，都只要用先生，那就无咧加棍。来加食饭哦，讲头一下，看伊食饭哦，用啊番薯壳，特别拢番薯壳一桶啊，互两个得结结咧。伊讲迄根本袂使是，迄个王师傅食甲肥嘟嘟，袂枵就好啊，对不对？伊讲袂使，伊个糖尿病，所以呢，我就甲研究讲，伊糖尿病爱食啥物，爱食迄，我袂使。今仔伊无必要你食迄，好就歹咧，我说关起来嘛。结果甲歹歹嘞吼，伊感觉咱心脏就较好些，哦，30-20公斤，伊讲你好安尼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关节啊重要，所以我刚才报告这个地方，咱人到90多岁，吼、哦，实际上这个社会也在重视这个问题，所以有这个问题存在，自然就所在去找答案。咱最后伊迄关节讲一句话，伊讲我唔是痛心，但是。我有用心啦、啊，我认为讲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哦，所以你若找到这个用心，所以咱若咧照顾咱的许多人，咱有用心，自然就有答案，哦，包括我等下看我妈妈讲，这疫情一定要家己带疫情，我就知影讲，我就甲创予伊，安尼无障碍空间会当自由行，要起来要这拢政府拢甲咱管顾着，吼、哦，安尼，所以。甲大家报告讲，这是一个老人的时代，吼、哦，咱老人哪行咧，哪无开啦，不要紧，上帝就是予咱新的活命，吼、哦，咱若有一天的时候，咱用飞的免行，吼、哦，但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就爱知影讲，咱要安怎老，哦，咱就爱注意咱的安全，自然呢，咱若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，不离个，来看这个啊、哦，这个看了，咱就结束了。这就是一个咧吼，阮也是即个伫玻璃，吼玻璃伫地动进程，吼地动了，因有一个这个福气村吼，为了请我去，我去住伫遮，伊就叫我看讲因是安怎伫遮咧经营，互即个老人会当家己独立伫遐，会当煮食煮三顿，住一个有尊严的生活，到伊上尾啊，上帝甲接回去。90岁的生日，他的家人远从加拿大来为他祝寿，大家也依照往例替他庆生。
有主持人的。所以咱行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甲起条咧，吼、哦，咱像这老阿妈呢，咱每日甲困求、甲祷告，所以讲我过每一日啊，吼、哦，平安喜乐有盼望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讲不要紧，我甲上帝困求，啊，若上帝若肯，我就行下咧，与主同行，咱有盼望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安尼靠上帝。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盼望。嗯，谢谢。谢啦吼，其实吴教授的资料足济哦，时间上短吼，我唔敢吼，大家安尼坐上久吼，嘛见咱还阁有机会，咱继续吼，拢要叫做请伊甲咱讲阁较详细的迄落，后日聚会可能，咱要阁叫你甲咱讲较讲较济咧，好无吼？安尼好，啊，咱怎来过来庆生？像头拄啊安尼，咱大家拢来庆生，吼、哦、啊！来啊，迄、那个生日吼，五月到八月的生日的币拢有分开啦，吼、哦。咱用币较实在啦，吼、哦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别项嘴食物啊啦，什么货啊，咱拢无一样，币上实在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咱嘛甲田伟兄安尼，甲伊乌演一下。啊，伊嘛无乌白甲咱算啊，伊的币绝对拢新币好啦咧，若歹的币吼，伊就反面啊。啊，来，咱来庆生好无？好，来庆生，来，来。谁毕业？谁毕业出来？你们有光灯？生日啊，拢出来一个啊！大家来欢喜哈，今天是大家欢喜一个啊！来。啊，那个祝福你把心那个。好，咱做幸福协会哈，下一任的理事长是英霞姐啦哈。啊，总干事要叫美容姐，吼、哦，啊，对老人这层的照顾吼，伊、哦、会做搁较好，吼、哦。啊，恁老人身体要紧，上要紧的，咱的钱嘛来存的呢，吼、哦。咱要报咱一个好消息，咱做合作社吼，开始要吼咱有存款，咱的钱起来甲寄合作社，啊，若要领就甲来领，啊，若无吼，合作社的寄来了吼，来，搁再较安全啊，讲慢点好，来。两三分钟就好，讲咱怎要安怎就好啊！哈，咱国舅兄哦，合作社安尼经营了足好，来，等下咱来唱生日歌啊！来，哦，今天是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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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摆台语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年纪上济，唔知是牧师娘还是五条路较济。来，五条路来，五条路来祈祷，哦，五条路来祈祷啊！啊，祈祷无遐大呢，快紧安尼好，啊无来牧师娘祈祷啊，安尼来，简单的祈祷就好来，嘛简单的祈祷。今日牧师娘足欢喜呢，讲来咱新的教会啊，搁做生日，伊特别欢迎呢，伊特别欢迎。我讲你怎啊讲那多啊多啦，安尼，伊讲叫我唔通讲啦，我搁讲出来。来，好，牧师娘祈祷。三个人祈祷，万冠的阿爸伯上帝，你是听源头，也是阮生命的掌管者，阮的生命对你来。所以阮真欢喜，经过阮每一日的日子，上帝你予阮伫这对面上，还佫留阮的性命，若是有你佫较大的旨意，阮欢喜顺从，趁你的驾驶来行，全心倚靠你。愿上帝你信心常常担当阮，予阮有喜乐的心，予阮不断的祈祷，为着遮个。需要的人，我的子孙会当传承信仰，伫这对面上，互主你来欢喜。当我安尼伫这庆幸会时阵，我感谢，我学了你，我称赞你的名，愿你的应允伫我的中间。希望我在你的应允，你的旨意无一定是照我的意思。总是阮知影上帝你甲阮伫伫日日跟底我，所以阮欢喜顺服伫你的应许。愿上帝你祝福伫
天的所谓在爸爸的心中，在父亲节要来临的时阵，让因有搁较大的勇气、健康来跑到头前的路。也愿上帝你祝福伫新年教会所做一切工，特别伫我敬听牧师、王牧师甲吴牧师的心中，有搁相信因搁较大的力量来引导阮，站在阮的牧者。我要尊敬伊，我也要甲因同工。愿上帝你赏赐阮这款的快乐。我来感谢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几岁啊？我恁无孙了，跟几岁？八十三岁。八十三吼，你看才有快乐吼，安尼真好吼。啊来，好来啊，等下来甲切一个金龙哥吼，咱金龙哥。来吼，啊，他拄仔咱个吴教授咧讲个迄条望春龙吼，就是迄个正味啦，又对啊，来做鸡卵糕，即个正味迄个做个啦。诶，阮爸爸对咧唱个吼，迄爸爸就所以真有意思吼。啊，来，咱来切鸡卵糕来食吼。啊，来啊，郭正中了吼，简单来介绍咱合作社吼。来吼来。你看啊，即个平安哦。啊，咱吼就是要介绍咱合作社啦吼。咱知影拄仔迄个吴教授讲吼，人爱有好多尊严啦吼。啊，尊就是咱这乡人哦，身体健康啦吼。啊，搁有朋友啊，搁有老伴上好啦吼。啊，经济啊独立吼。啊，所以咱的迄个合作社就是要帮助咱乡人吼，安尼存一寡钱啦吼。安尼，所以吼，咱的合作社就是要咱寄钱吼。啊，要咱认购，啊，即摆有开放，较早咱拢是用认购尔，对不对？买领钱有较困难吼。但是咱即摆开放吼，开放迄个活期的，就是讲来寄钱也会当领钱。啊，欢迎遮个社员吼，会当来办活期的，有啥好处呢？咱即摆开始要来面，要来迄个共购吼，就是讲共同购买。假使讲像咱即摆有，咱即摆迄个火龙果真个卖，对不对？啊，火龙果。一包一百块，啊，咱合作社赚偌济？赚二十块，哦，公开哦。假使咱啊社员来办活期的，活期的存款啦吼，活期的存款是咱有40%甲回馈，所以你买一包变偌济？变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40块，就你会当丢8块转去吼。合作社赚12块，本来合作社会当赚20块，但是要来回馈咱的社员吼，所以搁8块盈利吼。啊，8块盈利要怎盈利呢？你来爱来办恁活期的，吼、哦，咱即摆活期的，啊，你来办才会当盈利啦吼。甲、哦、你回馈，咱合作社甘愿赚较少钱嘞吼、哦，啊，互遮社员大有当回馈啦吼。啊，佮假使讲我有朋友对毋对？我有朋友后壁爱回龙哥，我会替，家己替买，出面头我替替买，我也买5包，啊，5包来合作社甲买5包，啊，一包8块，啊，就40块，甲你回馈啦吼。哦啊，所以咱的迄、那个哦，咱的社员哦，安尼请吼、哦、来办咱的活期存款啦吼。啊，若未了解吼、哦，再来问我，也是问迄个咱的新秘书专员啦吼。咱即马就是要，咱即马吼要甲各社拢联合吼，有一寡共购的共同购买吼、哦，拢比外口搁较俗。但是合作社嘛就趁钱，啊，咱合作社所趁的吼、哦。本来像火龙果赚20块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即马拢回馈40块，给咱的社员，你甲咱合作社买，佫比外口佫较俗，佫当甲你回馈吼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咱合作社要做的即马的政策，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希望讲啊，若要参加合作社的人吼，会使来参加合作社。合作社有甚物好处？吼、啊，这应该拢知啦，大家当小姐问。啊，有诶吼，唔知影吼，来问我吼。啊，以上甲大家报告啦吼，啊有啥问题？哦，啊，搁一项啊，就是讲咱即摆60岁以上有开放啊，本来60岁以上袂当参加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为着要照顾咱这乡人哦，60岁以上拢有当参加，做你来参加拢无要紧吼。啊，迄个保险照来报，但是有一个表啦吼，迄表你来参考吼。啊，安怎行，对你较有利啦吼。啊，过来吼。咱若60岁以上，拢当来参加啦吼，会积极吼，拢来参加，60岁做来参加。啊，即阵我来甲大家讲吼，60岁参加，着爱两个迄落6个月来寄1万块，寄1万块着当变社员啦吼。
若两个月来寄一万块，伊可能当变社员吼。但是你变社员了，你下所寄的遐钱嘛，算你的股金，无甲你扣去哦。所以嘛是你的钱啦吼。合作社真侪好处啦吼，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我才简单甲大家报告。咱这商人吼当参加啦吼，再甲大家报好消息啦吼。有啥问题再找我安尼吼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咱合作社吼，各种条路真正用心咧经营啦，吼，咱的钱寄在遐，咱就免领，就去遐领吼，含较早无同啊，较早咱袂寄寄无咧领，咱怎就是寄会当领，随时吼，若卖物件，咱尽量甲合作社买，拢会回馈，吼，若合作社赚五块，你嘛啊分两块、三块啊，你就对，意思就是安尼啦吼，咱钱尽量别人，互咱家己赚，好咧，若好。咱商人哦，安尼做伙较有福利啦，对无？大家嘛出门较轻松。你像讲今年多、旧年多，我拢甲政府掏足侪钱诶。吼、哦，咱商人部咧办诶活动，你看大家有满意无？大家所有诶商人部，大家足欢喜。我今年诶啊，食好，啊，搁有礼品，啊，搁有啥，啊，搁有老师，所以爱想办法。吼、哦，阮大家拢想甲政府摕寡钱来，大家用。哦，对。顶摆去家己吼，无分到卡邦啊吼，你着上联簿啊摕你的钱啊，等下甲我寄哦，吼，你若无甲我寄吼，做红颜啊，做红颜好啊，我无名单给我啊，哈，对，你若迄个我甲上联簿啊贴伊哈，对，吼。咱吴教授的资料是足好吼，咱的时间的关系啦，唔敢无大家吼坐伤久啦，吼，咱后面还佫请继续佫甲咱解说，好不？好、哦，咱老人一生爱经过这段，哦，老人的宿命，宿是爱宿啦吼，宿命难道是这悲哀吗？咱爱想办法来互伊较好过咧，哦，这个事绝对每一个人拢爱经过，最后这关真艰苦，但是咱爱用想办法，互咱较快活咧，想讲人爱用迄机器人，用人为的哦，用人为的咧，甲咱帮忙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家己孙啊，直接甲咱照顾上好啦。即个外围，佮再用外力来照顾，总是嘛无遐顺事啦。不过表示讲足严重吼、哦，老人大家爱好好，爱有喜乐，吼、哦，大家来教会，上帝甲咱照顾吼，吼、哦，若是来教会，你看足温暖，真正足温暖，吼、哦，咱个想，佮几冬后，咱绝对会佮较老，即、這个阶段。要安怎甲快活咧？吼、哦，这就是上重要的代志吼。来，来，好。八十岁啊！八十岁到袂使参加，上年团聊迄个八十岁袂使参加，我白讲，唔通个白。愈坐话愈参加，阮愈甲你照顾，毋是八十岁就袂使参加啦。你无呢？哦，好做啥？毋是袂使参加，迄另外一个，你钱做你个行。郭正钓了，郭正钓了嘞。你敢讲八十岁袂使？毋是安尼，怎会使寄钱？你钱啊寄嘞？哦，你也无啥搞呢，别紧。无我，今仔日伊准备了，迄个囡仔较无搞袂用滴啦，吼，别紧来好。我甲大家解说一下吼，做你几岁来参加拢无要紧啦吼。但是我予大家知影，一个七十五岁，咱的股金是无甲你保险。但是你到年底若有赚有无？像咱卖啥物件啦吼，也是迄、那个哦，咱有寄定期，也是人借钱哦。咱到年底有通好赚的时吼，大家分啦吼，照比例来分啦吼。你若寄愈多，分愈多啦吼。再来咱若寄活期哦，有一个好处，我讲过吼，你甲合作社买物件。拢甲你回馈，回馈甲你寄到你活期簿啊吼，你活期簿啊有啥物好处呢？咱普通伫银行寄活期的对不对？头领电脑爬线啦吼，但是咱合作社所赚的拢咱家己享受啦吼。所以若准讲咱有五百几个，甲四五百个，将寄两万来讲，就一千万对不对？一千万咱普时也是安尼吼，头一两百万咧活动尔。除了八百万，咱会当安怎呢？八百万会当去寄银行的定期的1.38，吼，1.38，咱就变有赚点，对，遐有赚，有哪，互咱
到年底甲咱清，甲咱吼，互咱回馈咱旧缴下去的。所以你伫迄个合作社缴下去吼，相信啊会比银行较好吼，啊，做你安心哦，谢谢。好来，咱就要来闭会祈祷吼，啊，咱感谢吼，就吴教授甲咱安尼讲明这一个意思来。无啦，歹势，要奉献哦，啊个派出所一个，我要甲咱奉献啦哦。好来，啊，咱阿头来祈祷来。至大至尊至权的上帝，也我感谢你，予你的照顾，予你的年岁会当到今仔日，这是你的赏赐。我也要希望阮未来会得较喜乐快乐。伫阮上年团契，阮大家做伙，才和睦，才亲爱。主啊，而且阮得到上大的照顾，这是你的恩赐。但愿今仔日。听见吴教授所介绍关于老人的问题，阮深知，阮的命运都要经过这段艰难的时期。阮也希望，阮会当更加快活，在主的照顾内面，阮会顺利来结束阮这个人生的阶段。但是，在这个结束人生的阶段以前，阮应该要享受阮的人生，要如何让阮快乐，让阮有较好把握。主啊，这是你的赏赐，阮大家应该来追求。但阮的聚会就要来结束，感谢主带领，一切顺利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好，阿咱谢谢哈，阿咱下次有个聚会哈，阿咱上联团结呐，公布上联部若要活动，咱就尽量报名哈。你得较巧嘞，得爱报名哈，啊，爱报名主动哦，阿若无吼，你机会足济吼，咱的活动足济吼，尽量爱出去哈。好来，因为哦，真便当有够无？搁欠几个无？无，因为哦，伊下骹咧迄落吼，有时啊，算了还不拄好来，好哈。好来，啥物人要来？来，我迎你来，我紧来，好。你无摕着卡棒来，是吧？哦，我去买。